鞭炮声中，超跑迎娶队伍出发。各式名车依序启动，从高雄人武透天厝前往凤山迎接新娘，一加速。超跑名车引擎重低音，声音响亮，一台接着一台，场面壮观。都是我们的同业跟好朋友，都是义气来相挺的，主要是给儿子跟媳妇他们一个。 美好的回忆。高雄车商娶媳妇，像是超跑车距超过10台超跑名车，总价突破2亿元。光是其中的法拉利、劳斯莱斯和南宝坚尼3台不同车款，价格就接近1亿元。过程发生这一段小插曲，有一台那个国产车几乎撞到我们后面的那台宾利。在此呼吁说，如果有碰到像类似这样的那种结婚车队，尽量不要因为好奇。 而再去追车，然后万一发生事故是比较不乐见的。要让儿子媳妇终身大事留下深刻回忆，不止迎娶车队出动各式名车，选停车场取景，新人婚纱照同样有名车入境，车商运用自家人脉资源，名车大集合，迎娶车队待命，像是难得一见的超跑展示会。三立新闻黄大卫、翁玉文高雄报道。